方上扫一下呀，华为平稳电脑，大家关注就可参与哦。看不看得到？看不看我嘴里哈出来的气？看得到不？是这个，是这个歌。我跟你们专门学了一个黑黑小土豆的那个舞蹈呢，虽然就是很简单哈，但是我来北方了，我得学一个呀。这首歌是专门为我们南方小土豆出的，好像是这个吗？听一下歌词儿，亲爱的小土豆，可爱的小丫头，搓着那冻红的小手，搓着冻红的小手堆一个大雪球。可是这里没法堆雪球。亲爱的小土豆，还有哪里可以玩啊？没地方了。还有其他就是项目了，项目我没法做呀。如果你路过我门口，兔子舞，什么录播呀？你这是录播，我这是直播，好吧？现在是北京时间1月24号中午1:44，谁在跟我说录播的啊？我马上把你 ID 给你念出来。还没开始到副歌，小土豆，心情你别保留，拍冰雕，拍冰雕，大雪纷飞的过客，就是这些了是吧？最大的建筑来了。嘿嘿，小土豆，跟着下雪的节奏，跺跺脚，甩甩头，放飞你的小自由。嘿嘿，小土豆。听到了吧？就是这个副歌。